开播大中华新闻，继续来看元宵节烧圆仔，食圆仔是传统习俗，但即卖会晓烧圆仔的人是愈来愈少咯。所以福兴卖厝社区就号召长辈做伙来烧圆仔，除了借此训练长辈手指头的灵活度，嘛互因感受传统节日闹热温馨的气氛，大家快乐来过元宵。我要摆只形体，互你翕，互你翕。阿公阿嬷烧元宵真趣味，每一个人拢敢那专业的师傅共款，无一睏仔的时间，一粒一粒圆滚滚的圆仔就烧好了。乡长周恩丁也专工来甲大家同乐，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元宵节的进程吼，咱家家户户拢会来这个烧圆仔，来烧这个煮这个元宵。咱今日是卖咱的卖市厝啊，遮啊这个社区啊，咱的理事长，啊个咱的代表吼黄厚明，啊个咱的。秀宝委员的助理哈，阿妈做伙来关心哈。咱福兴啊这边哦，有一个习惯哈，多数拢是休假十五过，人讲哦十五休过年，所以讲哦，伫正月份大家休困，这段时间呢，大家吼安尼做伙利用这个时阵呢，来咱社区大家来做伙烧圆啊，做伙来煮元宵，来庆祝吼这个礼拜就咱的休过年啊。小过年过了后呢，大家就收心做伙来做工课啊，属龙工商啊，正式吼、投入我们的工作哈所以讲伫遮非常欢迎咱在许多大家做伙来烧元宵、煮元宵大家来过一个元宵节。卖厝社区每年元宵节进前都会举办庆祝活动，互乡亲体验元宵节风俗，同时过来优化社区居民感情。虽然是小过年。所以还有那个过年的那种氛围，大家跟我们那个一些社区里面的长者，大家一起的聚一聚，搓搓元宵、煮元宵，大家其乐融融，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宵快乐啊！古法，阮去买一米来微米，微微变鸡脆，慢慢改晾干，该分装啊，或者长者吼，或者参与者吼，阮拢是用色粉互伊，看伊要爱用啥物色，要烧啥物吼，烧烧了，阮大家来翕相，来做这个元宵就对了吼，欢乐气氛，增加喜庆了吼。做完以后，阮就家跩汤圆哦，摕落去煮了吼，大家和与会所有人来参与了，来分享吼。这是一个元宵节，是一个咱中国吼，足好足足意义的这个活动吼，会当一个延续这个过年的气氛吼。大家聚集做伙烧圆仔，再来食一碗烧烫烫的圆仔，过一个温暖佮幸福的元宵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、福兴彩虹报道。